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华严经的特殊的情况嘛，咱们前头讲的这是要法来说的，要法来说的啊。以下呢是以人来证实，人就是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的代表，咱们前头所讲的五十三位，实现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、实一地。那善财童子呢，一位一位善知识参，这些善知识的化身呢、都是化身啊，化身不同。大赖是五十种，分十二类，说话的身不同，那善财童子所参的也就不同了，不同了，一个化身不同，化的地点，视线化身的处所，是吧？化处不同。化度众生的处所也不一样，因此呢，在以下的文呢，这个就像咱们讲故事一样嘛，参一个善知识，一个善知，一个善知，这样参那这个中间呢，有个玄坛。什么叫玄坛呢？好像没有入经文之前，大概把它道理也说一说，这叫玄坛啊。讲每一届一部经的法师都要小玄坛一下，玄坛解谈的好久呢，就看这部经的含义呀、广和料。如果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讲法华经，而智者九十坛庙用了九十天的时间，只讲一个字妙法莲华经的妙，但是这一部经啊，妙谈完了，一部经也讲完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古来大德讲经的时候，来听经者或者讲楞严经，那这些个来听经的人呢，他对楞严经持诵礼拜义理他全都懂了，不是无知者来的呀。那他就听听这个法师之见，说这个法师对楞严经的知见如何，说这些对这些个文法者呢都讲玄谈。玄谈就是经文没有讲，光讲大意，说这部经的大意。等玄谈谈完了吧，听经的人呢就走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只是听听你的之见，跟他之见合不合？在我的前一代，或者在那寺院讲经，不是有很多人听的，或者三四十个人，或者一二十个人，
或者三五个人，听见人不多。就是明朝吧，明末清初的时候，三昧和尚讲经的时候，那有时候有20-30个人。他只是听听你的对这个经的看法，你修行所得到的，因此呢要讲讲大义。人家听完了你的玄谈，听完你的大义就走了，不是随我一直听到完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在明朝还是这样子呢，清朝的初期还是这样子，要听经得自己带的干粮，把粮食交个长照，我讲30天的，你交30天的粮。长照没有负担讲经的费用，你还得交钱，钱多少嘛就看着定。我小时候听说，我的上一代人，讲经去听经，没有说进去就去听的，先得常住挂号，我交了粮了，交了钱了，我在这挂单嘛，就听经，听完经你就走了。所以那个法师讲经时候，只讲大义，就叫玄谈。每个讲经都要玄谈，玄谈意思，那得听清这位法师的知见，对这部经的认识、理解、悟入，叫开示悟入。开示入悟入什么呢？说你的对佛的知见，开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四佛之见，叫开示悟入。那我们以后的讲经，在我们现在时候学着讲经听经的时候，就不是这样子了。我们得从头学起，人家讲哪部经，没有了解，没有认识，一句的一句的这样听下去，讲经方式也不同了。但是学院里头讲就不是这样了。说如果是幻境单给我们华严部的同学讲，就不是跟在这讲大作一样了。陈元瑞他是专门研究的，你看我们现在吧，每个堂口都一样，也有学研究戒律的，也有净土部的，还有一些个执事。他看完了听完了，他回去把经本一撂，他做别的事儿去了。没听之前，他没来听经前，他正在做别的事儿，他并没有看华严经。因此你给他宣谈，你谈什么？你谈他不知道谈到哪里去了。这叫一文解义。一文解义呢，依着经文显他的大义，但是这个是不完全对的了。完了还得特别对机，说法得对机呀。经是很深的，你可讲得很浅，就是深入浅出。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大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没有讲入法界，没有散财，寡玄谈谈了的，就我那里他给我这本子就10-20页，这跟大家讲起来大家没办法懂，我们就把它撂了，撂了你讲完了再回头讲，再玄谈，那才有意思呢。你把这部经听完了再玄谈，看看清凉国师，
看书抄嘛，青莲国寺；看河论嘛，又放上张昭。再看看他们的，对这整个的经文，他们的进入误入。这是每部经讲经都有这个程序，怎么他都撂了，我都没有这样讲。我在学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但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了，讲玄坛讲了几个月，但是我们那学生呢，后来我跟我那个秦教师老法师讲，我说你老人家白费功夫了，他说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为啥呢？讲了几个月，问谁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。不是老法师说些什么，那不是白讲了。一直文讲，有经文呢，文字可学，就是经文来讲一讲。现在我还是一直经文呢，给大家讲啊。尔时，文殊师利童子从善住楼阁出，前头我跟大家讲了，这个是文殊师利童子，是如同菩萨说的，不是，就是刚启蒙，刚启蒙，本来是在斯多林，但是文殊师利菩萨从善住楼阁出，出来干什么？利益众生。善住楼阁，这个楼阁表什么的呢？表法，表什么法？实法，全实的实。那要利益众生去，从实显全。从法界，入众生当中。咱们讲童子住，第八住，八住，童子所行的，能所行的，童真住。那文殊师利菩萨要化度这一类的众生。善住楼阁是表实法的，是法界真体的，出从实显全，到人间去化度众生。那说明了善住楼阁不在人间，出来到南方，向南行而化度众生。因为文殊师利菩萨他所住的是不动世界，就是在南方，南方，所以这是表法的，说文殊师利菩萨在这个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入法界时间，就是上来所讲的，得用人来证实。谁来证实呢？善财童子来证实。善财童子初参文殊师利菩萨，可以说文殊师利菩萨出来，从善住楼阁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接引善财的，知道有这个机，对他说这个法。并是文殊师利菩萨自己，他有无量的跟他同道的，就是有无量同行的菩萨，跟文殊菩萨同道的这些菩萨啊，还有随侍侍卫文殊师利菩萨的那些个金刚神，
而护法神。还有普为众生供养诸佛的诸神众神菩萨一动啊，还有同行的菩萨，有金刚护法神，还有诸神众神，还有呢诸诸行神，这都是大菩萨啊，实现各种类九法监寺院的了，常随从文殊师利菩萨的，这是诸行神。还有乐文妙法主地神、主水神、主火神、摩尼观主、主风神、地水火风，四类神众都是菩萨化现的，明练十方一切意思的主方人，专勤除灭无名黑难的主业神，一心非懈阐明佛日主咒神，庄严法界一切虚空主空神，普度众生超度有海主海神，都有主的，白天有白天的神，晚上有晚的神，空有空的神，海有海的神，长尘集聚取一切字住到善根广大入山的主三神，长期守护一切众生菩提心城啊，这城很奇怪，菩提心城主城神，专注菩提心城的主城神，长期守护一切自字无上法城主大龙王，这个龙王不是海龙王啊，这是护法龙王，守护一切自字的，专守护佛的，守护佛的法城，这些龙王常年守护一切众生，主夜叉王，常年众生增长欢喜钱大婆王，常勤除灭主乐鬼曲鸠盘茶王，恒顺恒愿跋舍一切众生出生住有海迦罗伦王，愿得成就诸如来身高出世间阿修罗王，见佛欢喜屈躬恭敬摩诃罗伽王，常厌生死恒乐见诸佛大天王，尊重佛赞叹供养诸大梵王，文殊师利一动有这些个神跟着他，文殊师利往南方去有这么多钱人，当然在这个释度林，例如说北方往南方去，文殊师利与入室等功德庄严住菩萨众，这些都是菩萨啊，都是大菩萨，还不是一般的菩萨，示现种种神，都随着文殊师利菩萨的，文殊出的大宝罗阁出来，是他自己的住所啊。文殊师利从大宝罗阁出来，有这么多的菩萨，这菩萨示现的种种神，八类的鬼神众示现天。乃至菩萨众在他自己住处大宝楼阁出来，来到佛所，从他的住处出来，来到佛的道场，又要四尊金无量掌。在过去啊，如果我们上殿或者说法，
不是直接就生坐的，要又要掌从那儿又最少三掌就转三圈，或者转七掌七圈，这是意思啊。那文殊师利菩萨从他的自己住处到佛的道场当中，不先礼拜先要以为这个佛像啊，说佛像一定在中间，咱们大陆很多把佛像说的跟那后门挨上了，要不成必须佛像在中间，那些大众围着佛像要，或者要七扎，或者要三扎，要完了才礼佛，要完了才礼顶礼佛珠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要世尊要了多少呢？无量扎，又要了无量卷，没说数字，没说师傅，无量。同时还得要供养，要完了事也就供养去，种种供养来供养佛。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向佛来告假来了，就是礼拜要完了，供养礼拜供养完了，向佛告假走了，辞退南行，亡于人间。亡于人间就化度众生去了，那说明了文殊师利菩萨住处不是人间。这像人间去就说是化度众生啊，咱前头讲大宝罗阁又叫十相离体，一真法界随顺众生的缘到众生当中去，这不是自利了，纯粹利他，就是利益众生去。那要在理上讲，说文殊师利菩萨他在佛法的当中住的是离体，离体从体上而起的妙用，文殊是表智慧的，智慧是表妙用的。什么妙用呢？化度众生的妙用。文殊菩萨从这一出来，那一般在经文说嘛，三处，一个最初开始舍利弗带着六千比丘，就是对比丘会，这会专化这些比丘，就是把钱权巧方便会归十里。文殊师利菩萨第二会，这就是会的这些一切全程菩萨收权入室，往南方收权入室，都过一真实如如智般若妙智。第一会，会舍利弗带六千比丘；第二会，会那些大乘的根基的那些菩萨啊，让他入十会，会全归十。第三会呢，就专度善财童子，给他说佛乘。善财童子五十三禅，从凡夫生信心，一直到禅弥勒菩萨，最后禅普贤，就入一时境界啊。而且这跟咱们讲大乘起讯论呢，为什么讲华经讲大乘起论呢？就这个道理，这道理。那你就回信生信心开始，一直到三三才童子
究竟成佛。整个一个从发心到成佛全部的过程，就说明了这华严法会到此，文殊师利菩萨要想方便摄引一切摄权归时，化度这些众生，又者呢，华严经从佛成佛做菩提藏来说法无慧，从出发菩提心做到实住，实住到实行，实行到实回向，到十一地，十地到十一地，这普贤菩萨的恒愿，文殊菩萨的智慧，合成就是佛，一个智，一个恒愿，完了用人来证明，用谁来呢？善财童子，因为那些舍利弗与那些比丘，他们已经出了家了，但是没正位，所以文殊菩萨往南行的时候，尊者舍利弗假佛的加持他，他就发了信心，他见文殊菩萨与这些大菩萨游方去了，化度众生去了，他要看一看，要随着文殊菩萨学啊，在下一段而专度比丘的时候，文殊师利化度比丘第一会，往南行的第一会，尔时尊者舍利弗成佛时力，假佛的加持力，见文殊师利菩萨与诸菩萨总会庄严，咱全都举那些个全是菩萨，菩萨不一定是比丘，八部鬼神都是菩萨，那些个跟文殊师利菩萨到南方去化度众生的时候，那么舍利弗他加佛的神力，看见文殊菩萨到南方化度众生，他也要去领着六千比丘也要往南方游行人间去，文殊菩萨做事念了，他也要去，说我今当与文殊师利菩萨俱往南方，看见文殊师利菩萨与那些大菩萨众要游南方，舍利弗就向佛请求，请求，请求什么呢？他也愿与六千比丘到南方去。时尊者舍利弗与六千比丘前后围绕，出之住处，来一佛所。那么舍利弗并没跟佛住在一起，他领着那六千比丘单住一处，那另住一处，同时来到佛的住处，向佛顶礼，向佛起拜，世尊听许，说请佛要允许我那又要三藏，请佛允许的什么呢？往南方去，那么要三藏呢，就向佛告了假，到文殊师利菩萨所，得跟着文殊师利菩萨要一起去，得请他，得到文殊菩萨答应啊，就是到了文殊师利菩萨所，向文殊师利菩萨介绍说，这六